什么是夫妻？这是我至今为止看到的最好的回答了。说夫妻啊，就是一双鞋，一起走路的时候呢，多一只用不上，少一只也难走。说这夫妻啊，就像是两扇门，一左一右，共同守护着这个家，多一扇不行，少一扇它也不行。说这夫妻啊，就像是一双筷子，合在一起呢，才能吃饱饭。你在外挣钱，我在内守家，你呀，是我跟孩子的保障，我跟孩子呢，是你温暖的港湾。两个人过日子啊，没有那么多的浪漫，更多的则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生活琐碎。但是呢，我懂得你早出晚归的辛苦，你懂得我呀，每日三餐的劳累。无论如何，坎坎坷坷，也要相互陪伴着一起走，这才是夫妻。您认同吗？